吃饭兼吃南瓜。皮蛋。香，有个皮蛋雷辣椒。等会儿吃，这个皮蛋雷辣椒老好吃。酸辣生姜，非常生姜下饭，冬至萝卜虾子姜，
那两个南瓜留着拍下个视频。开饭，今天豆豉炒辣椒。好好吃。豆豉今天力荐吴米优豆豉虎皮辣椒的做法，在置顶作品。豆豉大家也可以直接吃，可以拿来，它是炒熟的，是农家风味。到家拌米饭，配稀饭，居然刚才吃了一节没撸上。好香，它这个豆豉一坛是一斤这样的，有麻辣香辣两个口味，炒熟的。哎呀，我居然有一节没录上。放了豆豉和不放豆豉味道都不一样。这个豆豉是跟姐妹们开的活动价格啊，每一单减5米。